是我本杰明上线啦！今天要剪头发，你看我的头发已经被许多人讲太影响我的形象了。好，今天就来到我最爱的这个Joe 理发院，你看一下，叮叮叮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barber shop 在青山。第一，他的人理发师的人都很友善。然后他知道我要剪什么样的发型，好，接下来就下车去剪我的头发。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那个就宝宝小娃进去啊。哎，这边里面超多人。Brother， 欢迎收听。Wait a minute, this is my channel. Let's have a deep one. I got 1% more. No problem, I wait for you. Wait for you. Okay.来到这个店里面，非常非常有性格的一个店里面，每天都满人。你看我还要再等，因为我 miss 掉了我的 appointment 了。我的 appointment 是12点，所以12点半来找。你看，非常有个性的一张店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跟人太多，要 by appointment，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青山少体的 Joe Barber Shop。我下一个要开始快转，我是从现在开始呢，我每次剪头发呢，我都要一定要录一个 vlog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剪头发就好像把我身体一个很重要的器官给剪掉，所以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因为差不多一两个月就会剪一次嘛。我还等我的专属理发师飞都出来。耶，我看到我的专属理发师来了，他叫 Fredo。Bro, say hi. Yeah, this is my haircut.Always need your service. Okay, so later I will record the whole process. Okay.你出现就沉醉了时间，没有酒，我像个荒诞的可怜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凉。你的酒馆对在我心头上了头，
请你给我感动欢喜，为了你杀光了时间的蓝素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而亮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靠，遍体鳞伤还笑着原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承诺是手的爱非常 professional， 终于把我原来的用词给剪出来了，太棒了，不愧是 Joe Barbershop。